画面中的男子是吉林省磐城市公安局的缉毒民警。2014年10月26日，警方在一个网络社交平台中获悉，有人竟然公开兜售毒品。随后，民警们为了一探究竟，化妆成吸毒人员，约见了这个自称有货的人。交易时候就是在马路边上，他先是让我们的侦查民警站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之后呢，他在暗处先看看周围，确认安全以后，他过来跟我们民警交谈，随后把我们民警领到一个就是边上一个小胡同。警方原本以为毒贩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当乔装的侦查员把现金交到对方手里时，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却说自己身上并没有货。之后他带着民警走进了身旁的胡同里，跟他能走了不到一条街吧，也就是转个弯一个拐角的地方，地下有个烟盒，一个非常普通一个烟盒，就说都捏的有点扁了，就是正常来说任何一个正常人不会去捡这个烟盒，然后呢冲咱侦查员一指，在这里了，自己拿吧。当侦查员低头捡这个烟盒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在当时犯罪嫌疑人快速地逃离了现场，但让侦查员感到兴奋的是，在烟盒里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疑似冰毒的物品。经过化验，这些白色粉末果然就是纯度极高的冰毒。通过这次交易和网上聊天，我们感觉他的量不是很大，他只是说的在下边一个零星贩毒的也行。我们主要的目的想就是通过他把他幕后的和真正的毒品供应者查出来。经过这次交易，警方惊讶地发现，磐石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县级城市，已经出现了网络贩毒的情况，这也立即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随后，磐石市公安局成立了代号为1026的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侦查。应该讲呢，就是磐石这个城市呢，我们公安局呢，对于打击毒品犯罪呢，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要追溯多远，是绝不手软，而且呢。坚持着露头就打，除无尽的原则。这些就是办案民警在网络上发现的涉毒聊天群，出肉、植物、化合、劲儿大、上头，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词语，其实是毒贩们在网络聊天中经常使用的词语，也是他们所谓的行话。其中一个名叫吉林冰冰团的聊天记录尤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侦查员发现曾经和他们交易过的毒贩在这里又出现了，经过几次三番的接触，办案民警很快和他聊了起来。那么这个隐藏在网络世界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公开叫卖毒品展示，网络贩毒气焰嚣张。你只要给他钱，他基本能给你送货了。狡猾的毒贩，乔装的民警，一场真正的较量即将展开。坚持着露头就打，除无尽的原则。警方全力出击，层层深入。神秘的豆腐房将会牵出怎样错综复杂的贩毒网络？小城里的豆腐房一线正在播出。虽然之前有过一次交易，但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进一步验证民警的身份，他不断地向侦查员提出了各种要求。对，经常唠，你看就这儿那个玩没玩啊，溜没溜啊，是吧？还要有的时候还要咱们侦查员当着他的面，是吧？把你的吸毒工具交流一下，吸毒工具啊，你那壶怎么做的，在哪儿买的？你的壶不错呀，就咱们叫吸毒工具叫冰壶嘛，哎，你那壶不错呀，在哪儿买的？是吧？他经常要试探一下这个，因为说不吸毒的人，他一是说对这个东西他不懂，二一个他也购买不到这些东西。经过将近一个月相互的试探，犯罪嫌疑人终于打消了心里的疑虑。
他在电脑上向民警们展示了自己手中的冰毒，并且催促侦查员赶快进行交易。先给钱，但是呢，咱们也是害怕，说的就是他可能是在网上啊，也对他也不太说信任，所以说得决定先要一下少量，看看他的毒品呢来源。他这人嘛，主要要货就有量，还品量也足，而且还非常频繁，就是气焰也就是非常肆无忌惮的卖，他会就是一点根本就不去考虑，只要给他钱，他基本上就能给你送货。毒贩的疯狂让侦查员们感到困惑。虽然嫌疑人每一次交易的毒品数量并不是很大，但从他手中源源不断贩卖出的冰毒不难看出，此人背后一定有人为他提供稳定的货源。后来我们去了解，如果你要二三十克的话，就是你得提前给我说，我得提前一天时间，我跟上家联系，联系完之后呢，你定几点来取，我先到上家把货取来。从和犯罪嫌疑人的交谈中，侦查员判断对方自称可以从上家手里一次拿到二三十克的冰毒，这是一般零星毒贩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仅如此，拿这么多的货只需要一天的时间，说明这个上家一定就在磐石当地。判断的时候吧，当时考虑他这个有进货量也有出货量，肯定不会那么简单，所以说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呢长期进行下去，放长线钓大鱼。从领导到侦查员一致都觉得啥呢，他这个量非常，虽然说不大，但是说这可以这么说，近几年来磐石这个毒品控制的非常好，就是说这虽然说吸毒人员还存在，但是他们的毒品大多数都不是来源于咱们磐石，就是咱考虑这么一个磐石当地的人，他的毒品是哪来的。随即警方立即对已经出现的这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同时侦查员也继续和对方在网络上进行沟通。不久，一条重要的线索反馈到了专案组。因为说有过头一次的接触了嘛，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对咱基本上已经完全放松警惕了，他也就可能什么话都说了。通过他们跟他闲谈呢，咱们就了解到呢，他这个毒品是来源于咱们磐石一个吸毒人员，一个女的，外号叫小八的。小八原名王雪，女，27岁，磐石本地人。提到这个名字，在磐石工作的禁毒民警几乎无人不知，因为这个女人曾经多次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在磐石那得说，一说小八你就说比较有名啊，就是说你要吸毒说的说王雪不知道，但是一说小八就是都比较那个，他的下线呢也比较多，跟他一起，因为本身他就吸毒。据民警介绍，这个小八以前一直在磐石的一些酒吧歌厅做陪酒的工作，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而他沾染毒品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就在案发前不久才刚刚结束强制戒毒回到社会。从他从戒毒所出来以后呢，他在外面接触这些人，哎，就是说他之前活动的那些人很少接触了，就歌厅很少去了，他不再从事那种职业了，而且呢又吸毒，他的毒品毒资是哪来，他这个平时生活费用是哪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挂在大家心里的一个问号。你吸了个什么毒品？冰毒。冰毒。那冰毒哪来的？我从小巴那买的。小巴呢？啊，从哪开始买的？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反正没有了就上他那买了。啊，多少钱买的？500块钱三份。500块钱三份啊？小八电话多少？你知道吗？小八电话在你那个手机里的。手机里放在手机里有。他现在哪住的呢？现在那个广场那个圣达。啊。圣达就是高层那个楼，顶楼。小八反常的生活状态究竟说明了什么？侦查员通过外围观察发现，从戒毒所回来后，他一直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平时多数时间就待在家里，即便偶尔出门也是来去匆匆。哎，你那车出去，完了出去你就给那个油就关局那边往这边开到这个大口，完了。咱们通过一段时间跟踪呢，小巴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磐石本地，但是呢每次有要货的要毒品的，而且小巴都是在
最长的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内，肯定能把毒品送到。小巴有时候就是说去，我是一个就白小区，自己就是说就像闲逛街似的。但是到小区之后呢，也就一分钟两分钟就，然后就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和郭某联系，郭某这边就我们就发现郭某就开始往出放货，所以我们判断这是个小巴的，就他这个毒品上线这个嫌疑人就应该在白云小区。民警发现的白云小区是位于磐石市中心的一个社区，这里虽然面积不大，只有四栋六层的小板楼，但要想在这儿轻易的找到和小巴接头的人又谈何容易。下车以后他打一个电话，楼上就扔下一团东西，具体是什么当时我们也看不清。小巴呢都非常迅速，捡起东西上车马上就走。因为离得远，咱也不敢靠前看，因为说对他来讲，对咱们这些侦查员的面孔可以说都挺熟悉，尤其是说的有可能就是说咱们锦州中队的人他熟悉，甚至于说其他部门的这个警察他也都熟悉，所以说咱们根本就不敢靠前。犯罪嫌疑人的狡猾给办案民警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面对如此警觉的对手，侦查员们只能选择耐心的等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一名可疑男子终于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我是马三，拿什么没有？一个小包。有一次，小巴是拿现金，从一个吸毒人员手里取的现金，之后拿着现金到这个小区。我们只看到小巴在一个门洞里把钱交给对方了，随后从对方手里接过一包东西上车马上就走，接触非常短。岳龙，男，32岁，他就是警方在白云小区发现的可疑男子。通过民警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到，岳龙平日里是和父母妻儿一同住在白云小区，他没有正当的职业，但奇怪的是岳龙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他从来不吸毒，甚至在磐石吸毒人员的圈子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单纯的男人，怎么会和小巴这样的人有来往呢？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像岳龙这样一个和毒品都不沾边的人，他是从哪里弄到毒品的呢？疯狂毒贩上演危险交易，为何频频得手？暗中侦查，寻机而动，民警能否找出真相？一触即发，东北小城惊现贩毒大案，小城里的豆腐房一线正在播出。据侦查员介绍，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吸毒人员一般接触的都是和他们有共同爱好的人，而一个自身从不吸毒的人很难走进这个圈子。由此看来，岳龙的出现显然有违常理。大龙没有不吸毒，而且他也还没有正式职业，平时也基本上在家待着。他的货是从哪来的？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半天，因为他也没有经纪人，他的东西谁能那么就是很大量的能把货能交给他，让他来去贩卖去。从表面上看，岳龙的行为并没有可疑之处。根据知情人反映，岳龙虽然平时很少出门，但却和他爱人的哥哥走得很近。他大舅哥是有正常工作，在我们政府下边一个部门当一名职员，而且呢自己也做一些买卖，他俩接触的非常频，经常用大龙的车。高翔，33岁，磐石市城建局职工，他就是岳龙的大舅哥。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岳龙几乎每天都要给高翔打电话，而且两人还经常一起外出。刚开始对他们俩的情况，不太也感到挺惊讶，因为正常的一般的吸毒人员就是贩毒的，都是说原来吸，最后以贩养吸，包括这个从跟社会人员就是说都是社会人员比较多。他像他们那俩，一个是上班族，一个是说倒腾木材，经济条件还都不错。没想到。对，没想到。出了车祸吧？也行，那啥。岳龙和高翔频繁的联系，究竟为了什么？
很快，侦查员了解到，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外出贩运木材，而且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人曾经见到过高翔吸毒。他大舅哥也跟这帮生意伙伴偶尔在一起吸毒，而且但是呢，吸毒圈子非常窄，而且吸毒的过程非常隐蔽，所以说我们前期不了解。这样呢，咱们觉得这个事儿，有可能按照咱们这个预想的这个来发展，因为说两个吸毒人员隔着一个不吸毒人员去接触，有可能这里头是不是存在着贩卖的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了解到高翔吸毒的情况，无疑给案件的调查带来了进展。但是接下来，民警还必须找到高翔贩毒的确凿证据，才能掌握案件侦破的主动。我们感觉高某这人是个可能是大毒枭，这时候我们感觉应该可以收网，但是为了感觉吧，他是高某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毒枭，因为他是总高某吧，总在磐石周边各个城市活动，所以说我们打算把这个案子就是彻底铲除，把毒枭彻底的铲除掉。有稳定的工作，经济基础良好，本人虽然吸毒，但和社会闲散人员并没有直接接触。高翔的种种特征，在警方看来都符合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大毒枭的基本特点。随即，案件的侦查重点又放在了他的身上。这是当时咱们的想法，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情况下，咱也不可能去抓人，不可能动人。这样呢，咱们就按照领导部署吧，咱对他这个高某和这个大龙进一步侦控。高某吧，他出门的时候呢很有规律，他从家走基本上就是早晨，晚上呢必须回家，就无论是周边，除非说的回不来，他只要是在磐石周边，因为他自己有车。只要在磐石周边，晚上肯定要回来，所以说咱对他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员呢，也很快就都掌握了。在外围侦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发现，高翔和月龙除了正常的社会交往外，他们两人还经常往返于磐石市内的一间豆腐房。据知情人透露，这间豆腐房是高翔的小姨开的。豆腐房。跟其他的正常的豆腐一样吗？一样，他这个豆腐厂房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区的一楼和二楼，楼上就是住宅。所以说这个豆腐房正常，而且他这个平时你像正常经营这个豆腐都一样，没有什么。头几次我们感觉就是正常买，就是老百姓过日子买豆腐，对他那个没有起太大的疑心，但是后来发现去如果是正常买豆腐。或者出来，最起码得拎个豆腐。要看亲戚走访呢，最起码能咋得，怎么也得再待个10分20分的，或者唠唠家常。每次去也匆匆，来也匆匆的。高翔频繁地出现在豆腐房，他究竟在干什么？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决定在此设立观察点，同时又派出一组民警对豆腐房的经营者展开详细调查。因为这个人得有40多岁，一个女性。后期经过咱们侦查发现呢，他是一个离婚人员，单身，没有丈夫，自己住独处，也从来不掌握这个人说有吸毒过程啊，或者是有其他什么违法事儿，不掌握。高翔的小姨叫苏文秀，离婚后她和姐姐苏文霞一家在磐石开了这间豆腐房，一楼主要经营豆腐生意，二楼则是一间麻将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我们发现这个女的基本上每天都到这个麻将馆进行打麻将，在打麻将的过程当中，就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员给她打电话，之后呢她下楼跟人家简短的接触一下，马上就回去。特别是有几次呢，因为远看的不是太清，有几次呢感觉她在跟对方简短的交谈几句之后，从她自己包里拿出什么东西交给对方。通过他的车辆牌照方方面面的信息反映了这些人呢是外地的，也有毒品犯罪前科。一个看似平常的中年妇女为何频频接触有毒品犯罪前科的人？除此之外，侦查员还发现苏文秀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她似乎并不缺钱。这一切反常的现象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一个豆腐房，他这个经济收入和他们这些人的日常花销、日常生活，他们存在巨大的反差，买的在我们小在我是最好的小区买的楼，而且还有自己的那个车，还有自己的车辆，所以我们因为这一个豆腐房不可能是一供一个这么大一个大家子生活用，
所以说我感觉他应该是说，这就是唐人街毒品交易的一个据点。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一个以豆腐房作为掩饰的贩毒据点渐渐地展现在了民警的面前。除了苏文秀外，其他的犯罪嫌疑人也一个个粉墨登场。这个苏某啊，就是这个咱们列为一号这个女的，她虽然说经常在麻将馆活动，但是也有不在的时候。哎，不在的时候呢，咱们看一些外地车辆也好，包括这个他这个干啥是高某啊，也是去找他这个姐姐，包括他这个外甥，哎，也都是钱，然后拿东西走，哎，这样呢，咱感觉他这个姐姐和他这个外甥应该也是知情也参与进来的。虽然侦查员发现苏文秀的贩毒网络不局限在磐石本地，已经有了向外扩展的倾向，但是鉴于案情重大，警方必须搞清毒品的真正来源才能收网。经过调查，民警们发现苏文秀的二哥苏文瑞有重大嫌疑。这个二哥呢，户口也是我们磐石的，但是他常年在永吉县待着居住，而且他这个经过我们对他这个二哥的了解啊，他二哥多次被判过刑，而且呢是曾经因为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都被判过刑，所以说我们感觉说的他的毒品来源能不能与他这个二哥有关。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而且呢就是说通过调查他的轨迹看，各个方面看，就是说以前呢到这个河南包括广州这个都取过，这个都取过货。苏文瑞浮出水面，警方也就全面地掌握了这个以苏氏兄妹为首的贩毒链条。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是苏家兄妹，他们从外地购买来大量的冰毒，通过高翔、岳龙等人在磐石市进行二级贩卖，然后他们又在周边的县市物色到了像肖某、朱某这样的人来充当他们的下线，最后会有像小巴这样的底层吸毒人员进行零星的售卖。通过警方近两个月的缜密侦查，一张抓捕的大网正在悄悄展开。面对破灭的美梦，他们终将何去何从？疯狂兄妹铤而走险，南下运毒能否成功？警方布控守株待兔，最后的战斗如何打响？小城里的豆腐房一线正在播出。应该是说苏某露出水面的时候，整个这个贩毒案件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感觉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案子就已经很大了，得需要咱们出重拳需要打击了，而且机会也非常成熟了，条件也成熟了。所有的嫌疑人之间都是有这个亲属的连带关系，所以说呢，下一步呢，咱们在侦控的这个包括这个监控同时，必须得死看死守，因为是咱们下步将来在抓捕的行动中，如果动一个，其他马上通过这个，因为他们都家族是，马上就可以知道相关的信息。这个各组必须按照咱们抓那个要求管控的，包括这个监守呢，必须得绝对不能漏。对于专案组民警的严密监控，苏氏兄妹浑然不知，他们仍然无所顾忌的大肆贩卖手中的冰毒。2014年12月，磐石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苏文秀即将离开磐石前往河南。苏文秀啊，上银行去了一趟，在他走之后呢，我们通过在银行进行一下了解，发现汇了一大笔资金到河南的一个账号里，而且随后呢，在苏文秀呢又订了到沈阳的火车票，所以说我们认为说这种情况非常反常，能不能是去准备进货？20万，按照咱们分析，应该是在2公斤到3公斤以上。对于磐石来讲，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毒品案件。了解到苏文秀此次准备购买数量如此之多的冰毒回磐石的信息后，专案组认为此案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2014年12月10日，负责外围监控苏文秀的侦查员传来消息，他已经从河南乘坐大客车赶到了辽宁省盘锦市，
而就在此时，磐石的苏文瑞和他的外甥谢某也急匆匆地驾车上了高速。应该往东风长镇那拐，他是往长镇去。对，对，他是奔长镇去。完了你就瞅吧，你就瞅从长镇出来，看看他上高速了，还上哪？上哪个高速？他二哥跟朋友说过，要让他外甥开车上盘锦去接他小姨，我们就感觉说的接他小姨肯定是他小姨应该是从河南进完货回来，要正常来说可以直接坐火车就回来，没有必要说搁车到辽宁去接，所以说对着他外甥开的这台车我们进行了重点全天24小时跟踪。放弃直达的火车而选择如此曲折的路线，说明舒文秀此次归来心中一定有鬼。磐石警方随即决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苏氏兄妹的一举一动，一面在进入磐石的各个路口守株待兔。你这边说你这边你动动他来吧，那个动作那个他俩就是非在磐石，你要不动的话马上这事儿我不能等，不能等，我明天不能还有什么。按照去年就是到你的时候完了，看咱们根据咱们那个位置在哪儿，完了上哪儿去学。对对对，是吗？对对对。我们就是决定就在他这个车进入磐石一下高速，就在这个把他这个人赃俱获。完了，同时呢，对磐石啊，就是他这个所有这些下线，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啊，就是说考虑时机成熟，每个人都安排这个相应的警力进行蹲守。就这面，只要苏明秀跟郑秀石谢秀石他们到磐石了，一下高速，这面抓获，其他的地点同时动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苏氏兄妹驾驶的车辆终于驶进了磐石收费站。当嫌疑人的车呢驶入到高速路口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几辆车前后将他夹住，随后动手当场完了，把这四个嫌疑人在车里抓获，四个嫌疑人当场收到冰毒是1400多克，还有一批现金。就在苏氏兄妹被警方抓获的同时，分散在各处的十几路侦查员同时对贩毒团伙的各个下线展开抓捕。非常典型，这种家族式的贩毒呢，不光给他自己的家庭带来了这种灾难性的毁灭，也给他这个周边这些老百姓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这个工作呢，应该说你要不把他打掉，这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什么东西？病毒。往上拿。后面被我的校出纸了。还有没有？没有，在现在。出来什么地方了？出来这个楼上了。
就是打抽烟，就打个抽烟，还有，你说这多少个？你什么位置？你犯多少？至此，1026专案成功告破。这个盘踞在磐石长达半年之久，并且辐射周边县市的贩毒团伙被公安机关一举歼灭。在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缴获冰毒6公斤。面对警方的讯问，苏文秀说，他之所以走上贩毒的道路，主要是想帮二哥苏文瑞攒点钱，但没想到自己会陷得这么深。而对于姐姐苏文霞的参与，他却一直不敢面对。苏文霞他到底在贩毒中他到底参与在这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到底给毒品的什么承诺送到了吗？没有。他只是看了承诺，他就是说想替我什么买一些酒的或者什么，他根本没自己没把握承诺，也没替我什么，也替我整。我这个大哥都是有人管不了。不是，我是说你咋想，不是说让你管，对不？你咋想的？你没想这个，没寻思这些，是不？他咋卖的呢？那我不知道，他我一个人，那不知道呢，我一个人管太多了吧？我老太太她就不搭理我。这个反正不说，好像应该是心里不明白，但是我是没跟他说的。姐姐苏文霞不仅没有劝住弟妹贩毒，而她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进来。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双双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直到今天，她似乎才感到后悔不已。我家一个16个月孩子没人照顾，我就跟你说要我回家闹事，我要饭就把他孙子养大呀，儿子出事了，都出事了。几乎是从来没遇到。偶尔有过夫妻或者是说朋友或者是说朋友这样的比较多，就整个家族的弟弟领着姐姐妹妹侄女儿什么这个对象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已经都肆无忌惮了，在他们之间已经都没把这事儿看作是说这个贩毒了，违法犯罪。因为贩毒，苏氏家族一家六口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孩子无人看管，这样的下场令人唏嘘。可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贪婪以及对法律的藐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铭记于心。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一线的微博微信。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